听他唱歌。哦，我真的要唱吗？当然，节目时间不够了吧？示范一下，老师，时间够。老师唱了，老师。如果不好就剪掉。老师要我们帮你拿麦克风吗？真的很难。第一个要自然自唱，第二个我都没有当自爆。啊！我完全要重复当年参加比赛的状况吗？真的真的，那那首歌曲是老师？我参加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，哎呦，的一首歌叫做《如果能够》，但是不是薛岳的，不是，那是杨烈的。薛岳是《如果还有明天》，助理教授没写歌，如果能够，那他累了，他累了。各位评审老师，我是四号丁小文，我要表演的歌曲是《如果能够》。好有 feel 啊，好有 feel 啦，就是当年那个歌曲，真的好，就是。